大家好。我是因为四年前选择进爱多美而改变我的家族命运、翻转人生的玫瑰大师林清峰。今天很荣幸也很开心的在这里要跟大家来介绍爱多美的奖金制度。我在34岁的时候，距离现在不远，就接触到传销哦，也经营了好几家的传销哈，不同制度的传销我都有经营过哈，所以我发现，其实一般现在外面的传销的制度，都是在为了满足一般人的急功近利，想要赚快钱所设计的制度。所以在很多人在追求赚快钱的情况之下，就会自己会选择最高门槛加入，然后也会推荐亲朋好友用最高门槛加入，这样子就会造成恶性的囤货，对不对？然后呢，恶性循环之下会造成很多很多的伤害，实际上只有少数的人赚到了短暂的快钱。所以在我在跟朋友分享爱多美的情况之下，有很多人他会告诉我，哎，你就不要讲那么多，跟我讲制度就好了。所以各位，在经营一个传销要成功，单靠制度可以吗？不可以。制度之外，我们还要知道第一个，有没有一个稳健的公司，有没有一个高品质低价位让消费者接受的产品之外，要不要有人，要有人来消费，产生的利润才是正常的利润，才透过奖金制度来发放，这样子才可以可长可久，是不是这样？所以奖金制度之外，公司重不重要？公司非常重要。很多在我经营爱多美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说你只要告诉我制度就好，这一些人都不见了。为什么？因为制度要发挥它的功能，必须要在一个稳健的公司情况之下，有人来消费，产生业绩，才用得到奖金制度，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四年前选择爱多美的时候，我最在意的不是奖金制度，是这家公司值不值得我来经营。好，所以当我发现爱多美跟一般传直销的文化不一样的时候，我才决定来经营爱多美。好，那爱多美他摒弃了过去传统传直销的恶习文化，爱多美是不是以真爱灵魂的经营理念，然后以顾客的成功为经营的目标，让消费者成为最大的赢家，这样子才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让更多的人可以怎么样，可以在爱多美获得成功，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当我经营过很多传直销之后，我发现爱多美这一家公司，它有跟颠覆一般传统传直销的文化，还有爱多美有一个非常成功的成功系统，可以让我们的经营者可以很轻松借助我们的成功系统就可以往前迈进。那除了有一个稳健，还有一个可以以百年大业为经营
方向的一家公司之外，各位，今天我们要透过制度来赚钱，请问钱从哪里来？各位有没有想过钱从哪里来？过去很多我们做传销的朋友都只在意制度，都只在意制度。如果产品不好，消费者不会持续回购，都要靠制度的限制，每个月要冲销，然后让靠经营者、靠推荐人每个月打电话挤业绩，这样子请问可不可以长久？所以当我了解爱多美提供的是高品质低价位的日常生活用品，这样子只要消费者买到赚到，消费者就会持续不断心甘情愿的回购，这样子对我们经营的人会不会持续获得业绩？这样子你就不用担心我们要一天到晚在挤业绩，挤到怎么样跟伙伴翻脸，对不对？有朋友做到没有朋友，有亲戚有亲人做到没有亲人。所以爱多美的大众精品可以让我们获得持续稳定的业绩。这样子如果能够产生业绩，透过制度才有怎么样，才有收入，对不对？所以只要有好的公司、好的产品，再加上什么，要不要人来消费？如果没有人来消费，也怎么样，也难有收入，对不对？那进人容不容易，这就要看公司的营运计划，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爱多美的奖金制度、爱多美的营运计划，是不是很容易让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推荐？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我们的奖金制度呢？的架构是会员注册，还有 PV 组织形态、奖金发放跟奖金介绍。现在我来跟大家介绍奖爱多美怎么样才可以参与爱多美的营运、爱多美的经营哈。那会员注册必须要有一个介绍人，有介绍人才有我们，对不对？有介绍人才能知道组织怎么样排列，今天我们消费的业绩跟谁有关系，谁消费的业绩跟我们有关系。所以今天我们有好的产品，要有更多人来消费才会产生利润。如果今天我们入会的门槛很高，那推荐容不容易？组织发展就不容易。经营组织行销，如果你的组织不够大，你说要赚大钱有没有可能？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怎么样让我们进人容易，就是要怎么样，要低门槛，要低门槛。那爱多美加入不用入会费，只要工本费50块钱，这样容不容易？我们自己加入很容易，推荐也很容易，这样子才能够快速大量的发展我们的组织，然后不用重销，不用责任额，那更没有抗性，对不对？然后一年只要消费一次就可以保留我们的会员资格，完全没有门槛，完全没有压力，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很轻松的去发展你的组织哦。好，那产品好不好也关系到我们推荐容不容易哦。今天如果我们的产品是日常生活用品，而且是必需品，而且是高品质低价位的产品，这样子很容易的就可以让我们去推荐会员，那推荐会员之后就很容易的来消费，对不对？今天各位我们加入了爱多美的会员，我们等于是获得一个全球性的大卖场的经营权，是不是？公司把一个很完整的全球性的网络商城交到我们的手上，我们可以获得什么好处？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福利？
我告诉各位，这就是一个机会而已。今天我们是卖场的老板，我们家里的刷牙、洗脸、洗澡、洗衣服、保养品、保健食品、卫生纸要在哪里买？到爱多美来买，我们可以享受老板的价钱。很多人会说，爱多美的产品为什么那么便宜？是不是便宜没好货？是不是这样？不是。为什么我们买爱多美的产品会比别人买其他卖场产品更便宜？因为我们是老板，对不对？我们享受的就是工厂直销价，跟我们到卖场买到的叫什么？零售价嘛，是不是？所以不是便宜没好货，因为爱多美的产品是绝对优良品质，绝对低廉价格。我们只要把家里日用品换到爱多美来买，我们就可以获得点数回馈，是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每一样产品都有标明我们的 PV 值， PV 值就是奖金值。好，那我们的奖金依据就是以 PV 值来做计算的，所以个人自己消费可以获得的 PV 叫做什么？叫做个人业绩。个人业绩你只要加入之后，不限时间，不限次数，可以怎么样慢慢的把家里的日常用品换到爱多美来消费，这样子你获得点数可以累积我们的会员等级哦，可以累积会员等级哦。好，两盒，一盒牙刷260块，就有多少 PV？ 5000 PV。两盒520块，就可以获得10000 PV。那你如果累积到10000 PV， 你就是我们的销售代表，你就可以开始去累积你下线的业绩哦。好，那牙刷、牙膏、洗衣粉、沐浴乳，一样一样的买，你的点数就会慢慢的累积，对不对？累积到300000 PV 的时候，你就是我们的经销商哦。好，累积到700000呢，就是我们的杰出经销商；累积到150000，就是代理商；累积到240万 PV， 就是精英代理商哦。对，但是公司非常的贴心，他有一些要经营的伙伴，他没有自己快速累积的时候呢，也可以哦，也可以怎么样利用我们的小编的业绩。各位知不知道什么是小编？我们的组织排列是左边右边，好，小编就是相对小的业绩哦。当月就是上个月，上个月的总业绩，小编总业绩如果有达到600000 PV，你也可以在下个月的1号晋升什么？晋升经销商哦。好，然后累计140万 PV， 一个月有140万 PV， 可以晋升我们700000的这个杰出经销商。300万，小编一个月有300万，下个月可以晋升150万个人业绩的代理商。哦，累计480万一个月。小编有480万，你就可以晋升精英代理商。好，所以各位要很清楚的话，小编的业绩如果有我们个人业绩晋升等级的2倍，你就可以晋升个人业绩等级的。好，但是只能晋升一阶，只能晋升一阶。好，如果下个月没有达到，他会退回下一阶哦。好，所以各位，我们除了自己累积业绩可以晋升会员等级之外，运用下小编组织的业绩也可以晋升哦。这样子是不是很轻松？哦，所以各位，爱多美不希望我们去为了生病而囤货哦。这样的公司是不是很善良？所以大家非常有福气，给我们公司掌声一下。来，
个人累积一万 PV 之后才可以去累积你的组织业绩，要很清楚，好，要很清楚，因为你累积一万 PV， 你成为我们的销售代表之后才有分红的权利。好，很多人下线买了一堆自己没有买，才发现怎么样，好，才发现哎，奇怪，我怎么没有累积，好，累积到下线的业绩。所以个人一定要一万以上。好，那我们的组织形态是双轨制，双轨制就是两条线，两条线无限代延伸，无限代数。有很多奖金制度是不是有代数的，比如说什么几代几趴几代几趴，最多就是十代，代数很快就会超过了，超过有效代数之后的业绩都不算我们的。所以对大市场来讲，你超过几代以后，人数很多但是业绩都不是你的，情何以堪，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双轨制是不限代数，只要在你的组织左右两边以下，所有的人通通跟你有关系。还有跨国连线，如果只做台湾的市场，这样子业绩大不大？不大。会不会赚很多钱？赚不了。如果全世界呢？全世界70亿的人口都是我们的对象的时候，市场大不大？好，非常大。跨国连线，只要你的组织延伸到任何一个公司有开幕的国家，他们所有消费的 PV 值全部回算回来，所以是 PV 是全球连线，全球连线。你把你的组织图打开，可能底下的人你都不认识，把你的下线业绩打开，你认识的人可能不到几个，但是他们的业绩点数都属于你的，这样子可不可以做很大？所以爱多美是全球性的大事业。好，加入不用钱，然后呢你可以获得一个全球性的连锁大卖场，可以赚全世界的钱。好，那双轨制的组织就是你介绍第一个排左边，第二个排右边，两条线往下延伸，往下延伸可以怎么样，组织可以做到全世界，全世界。然后呢我们的奖金啊有四种，第一个叫安置组织奖金，也就是会员等级，以会员等级跟你的业绩等级去计算的，叫做等级奖金。第二个叫全球分红，也就是领导贡献奖金。第三个进阶成就奖励，一次性的奖励加教育中心的津贴。好，安置组织奖金，公司固定提拨总积分，总全球总积分就是 PV 值的 44% 来发放。好，那领导贡献奖金是 20%， 全球 PV 值 20% 来发放。那教育津贴呢，教育中心的津贴有 6%。 好，那奖金的发放是以 N 价来发放，不是固定的金额。什么叫 N 价？什么叫 N 价？ N 价就是全球奖金，全球所产生的 PV 值，就是奖金值，给所有获得奖金的人数去相除，相除。那如果奖金值是一样的话，今天要领奖金的人比较多，点数比较多，那 N 价就会下降。如果同样的奖金，今天领奖金的点数跟人比较少，那 N 价就会怎么样？就会上升，叫平均值。这样了解吗？好，公司像我们的安置组织奖金，公司固定提拨每天 44%， 让所有获得结算的点数去
平均分配，它就会产生一点的点值是多少。如果你获得五点就乘以五，如果你获得三十点就乘以三十，这样了解吗？哦，所以我们的奖金值是会浮动的，就是 N 价。好，那 PV 计算的方式就是以你左边所有人数消费的点数加起来，右边所有人数消费的点数加起来为你左边跟右边的总业绩，这样了解哈？好，以这个总业绩来发放哈。那我们的奖金安置组织奖金呢？安置组织奖金是每天结算哈，每天结算，每天晚上十一点截止业绩哈，截止业绩。今天的业绩要到明天晚上十一点截止，哦，因为我们订购产品，你可以选择你的业绩要归在昨天、今天或者是明天，哈。好，那我们每个礼拜三的，哦，礼拜三到下个礼拜二为一个周期，七天啊，礼拜天不结算，所以有几天？有六天的奖金，隔一周。隔一周的礼拜二来发放奖金哦，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二都可以领到安置组织奖金哈。来，那安置组织奖金的计算是以你的小编的总业绩，以小编的总业绩为发放的基准哦，小编的总业绩为发放的基准。那我们奖金一共分成八个等级。八个等级，就是当每天的十一点业绩截止的时候，你的小编的业绩达到哪一个级距，你领的钱就是那一个等级的奖金。好，来，业绩不限时间的累积，小编未达三十万之前，未达三十万 PV 之前，全部保留；达到三十万 PV 之后结算。如果你自己是一万 PV 的销售代表，你就是领八级，八级的奖金，八级的奖金是五点，大约新台币七百块左右。好，如果你自己的会员等级是经销商，就是我个人累积三十万 PV 的。你就可以领到什么？十五点，就是七级的奖金。十五点，十五点大约多少？大约两千块左右，哈。所以同样的业绩，可以怎么样？哦，依照你个人的会员等级去领八级或者是七级，哈。那组织会不会越来越大？点数会越来越多，哈。那如果你一天小编的业绩如果达到七十万 PV 以上，哦，就是这个六级的这个级距里面呢，你就可以领到多少？三十点。但是你必须自己的会员等级也是要杰出经销商，哦，那大概就是四千块，哦，依照你的等级越高，你的组织小编的业绩越来越大，哦，一百五十万就是五级，哦，五级大概是八千块台币，哦，好，那四级以上，你个人的会员等级必须是精英代理商，哦，精英代理商就是个人两百四十万 PV 以上，哦，或者是你小编的业绩上个月有四百八十万，哦，那这样子你就可以从四级的大约一万两千块左右，哦，那三级呢？三级是小编六百万，二级呢是小编两千万，一级呢？是小编五千万 PV，哦，最高可以领到四万块，哦，一天，哦，一天四万块好不好？好，哦，在这里再跟大家叙述一下，你是什么等级，你每天的最高封顶的奖金是多少，哦，来，如果你是一万 PV 的销售代表等级，你每天最高就只能领到八级的奖金，哦，八级奖你可以简称你是八级的会员，哦，好，那如果我们自己是三十万 PV 的经销商，一天
最高就是可以领到七级的奖金2000块左右。那我是70万 PV 的杰出经销商，最高就可以领到6级。好，那150万的呢，就可以领到多少？最高可以一天5级，8000块。240万杰出经销商，最高一天可以领到4万块。好，那奖金会因为 N 价的调整而有所异动，所以很多人会说，哎，我今天领到的怎么跟上次领到的不一样？这个叫 N 价，叫平均值，要依照公司的总业绩的 PV 值再除以多少人来领，这样子。好，那接着领导贡献奖金，领导贡献奖金的结算方式是半个月一起，1号到15号，16号到月底。好，半个月一起考核一次，好，考核一次。那获得的奖金呢，是1号到15号，1号到15号结算的奖金是22号，就是7天，22号领。好，那16号到月底的呢，7号领。哦，7号领，所以半个月可以分红一次，哦，非常棒的哈，奖金制度哈。来，那分红的阶级哈，有7个位阶，哦，第一个销售大师，第二个钻石大师，第三个玫瑰大师，第四个星光大师，第五呢皇家王冠尊王，哦，尊王。那销售大师，销售大师呢，哦，销售大师要怎么样晋升？哦，销售大师。销售大师，各位要很清楚，自己的位阶要在于70万 PV， 或者是你是什么，叫做杰出经销商，哈，杰出经销商，左边团队的业绩跟右边的团队的业绩在1到15号这个半个月的周期里面，或者是16号到31号这个周期里面，都各有产生250万 PV。以上，那你就成为我们的销售大师。哦，那销售大师的月收入，你如果是合格销售大师的月收入大概5万到10万，哦，大概5万到10万。所以你只要上到了销售大师，你就有一笔5到10万的年金式收入，哦，比军工教人员30年投资30年的时间还怎么样，好，还来得更优惠，更优惠。那你升上销售大师之后，你尽全力帮忙你的左边右边团队的伙伴各2个人在同一周期都达到了销售大师，你就是钻石大师。钻石大师的月收入大概是10万到30万，十万到三十万。好，那你的左右两边同样在同一个周期有各2个钻石大师合格，你就是玫瑰大师。玫瑰大师的收入在30万到60万。星光大师呢，左边2个玫瑰，右边2个玫瑰，星光大师的月收入大概是60万到100万。那要升星光大师必须要维持同一个级别3次以上才可以晋升，你不能怎么样直接这一期上玫瑰，下一期就怎么样，就上星光，对，你最起码要维持3次合格的玫瑰大师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上星光。好，来，皇家大师也是一样，也是要3次之后第4次才可以晋升。那皇家大师一样，左边2个星光，右边2个星光大师。那皇家大师的收入就不得了了，皇家大师的收入大概就是一年大概就是1500万到2000万。好，那王冠大师呢，一年的收入有可能到3000万。好，来，尊王大师有可能到4000万。我们公司现在有几个尊王大师啊？两位尊王大师。韩国只有4800万人口，就产生两位尊王大师，没有几年，对不对？哦，我们最近这几年会到哪里？
哦，今年澳洲、越南、印尼，明年大陆，对不对？两年内，我们的市场大概有20亿的人口，对不对？比4800万多多少倍？所以在座的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什么？尊王大师哈。好，那获得全球分红等级的会员呢？我们还有怎么样？还有一次性的奖励哈。你升上销售大师之后，公司会怎么样？会表扬，表扬奖励是什么？黑猫印一盒，然后什么？六件组一盒跟四件组一盒哈，这价值哦，价值也很高哈。好，那钻石大师呢？多一台平板电脑哈，多一台平板电脑。玫瑰大师有国外的旅游券2张，然后还有什么200万韩元的现金奖哈，现金奖。那星光大师呢？哦，星光大师有4张哈，国外旅游券，然后有1000万韩元，哦，1000万韩元的现金奖哈，现金奖。然后皇家大师呢？皇家大师可以获得租车费，哦，租车费大概3万块台币左右哈，大概3万块台币，100万韩元。然后每个月还有200万韩元的这个信用额度，哦，就是。这个费用给我们哈，然后呢，哦，一次性的奖励还有5000万韩元哈，还有4个人份的欧洲旅游券哦，11天10夜，棒不棒？各位想不想到欧洲去游旅游？想哈，来皇家大师哈，我们董姐就已经拿到了，对不对？哦，好。那王冠大师呢？王冠大师更棒哦，有一台车，高级房车，再加上4张欧洲旅游券，还有怎么样？每个月有500万韩元的什么的额度哦，信用额度哦，还有3亿韩元哦，3亿韩元更多，你们自己算了哈，3亿韩元哦。3亿韩元很多，我已经想很久了。尊王大师更棒哈，尊王大师还有什么更高级的房车又一部，哦，还有欧洲4人旅游券，还有怎么样？每个月1000万韩元哦，哦，将近30万台币哦，开不了对不对？哦，还有办公室跟秘书、秘书小姐。的费用了哈，对，还有司机的费用哈，所以真正是尊王的待遇哦，真的是尊王的待遇哦。各位每一个人，男的可以当唐明皇，女的可以当武则天哦，对，好，对，所以爱多美那么棒的一个事业。每一个人不用投资可以获得一个全球性大卖场的经营权，稳赚不赔的生意，稳赚不赔的生意。各位哪里找？只有爱多美，全世界只有唯一一家叫做爱多美，对不对？所以给我们自己身为爱多美的老板一个掌声。身为台湾人，各位，我们最有福气。为什么？所有华人市场都由台湾开始，对不对？所以各位，你要赚多少钱，决定在哪里？决定在你的左右两边的团队人数有多少，是不是？所以接着随着爱多美的脚步，今年明年20亿人口的市场，各位你们掌握了吗？全球华人地区20亿的市场，各位你要从哪里开始？坐飞机到越南吗？坐飞机到大陆吗？各位，市场就在我们的身边，对不对？
把爱多美的好产品，把爱多美的好处告诉你身边的亲朋好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是奥巴马。好，左边奥巴马，右边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就是习近平哦，对不对？左边美国线，右边大陆线，这样子各位，你可以赚多少？可以赚多少？我只能告诉各位，没完没了，是不是？所以透过爱多美的这个营运的模式，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去发展我们的组织，又很简单的留下客户，让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成为爱多美的忠实客户。这样子各位，我们的努力会不会获得累积？我们的努力获得累积，你从来一个留一个，来两个留一双，两个变四个，四个变八个，然后左边联合国，右边联合国，他们在刷牙你在赚钱，他们在洗澡你在赚钱，这样子你的会员人数越来越多，你的收入就越来越高。所以过去我在经营传销，我一直在追求的叫做努力一阵子享受一辈子。但是经过二三十年的传销洗礼，我是努力的一辈子也没有享受一阵子。在爱多美短短四年当中，我从介绍二十个消费者开始，经过四年，现在我每天不用工作，我连睡觉都在偷笑。我来这里上成功学院，我一天都有10000多块的收入。我希望这个掌声是给你们自己的，好不好？当然我的收入没有那一排的人多，但是有一天我一定会赶上，对不对？到最后我敢说大家的收入都一样多，因为爱多美有封顶，对不对？就是因为爱多美有封顶，我才愿意来经营，对不对？好，所以 不管早到晚到都有机会，对不对？因为世界太大了，要刷牙洗脸的人太多了，对不对？哦，除非你不刷牙洗脸，对不对？所以爱多美可以做多久？没完没了，世世代代。哦，所以爱多美除了让我们自己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之外，还可以让我们的子孙三代过好生活，这样好不好？所以各位，你们有没有所爱的人？那要不要努力？要努力怎么做？爱多美要怎么做？怎么做？来，先搞定自己。先搞定自己，你才有办法怎么样去影响别人，对不对？所以家里的日常用品要不要换到爱多美来买？当一个专业的消费者会不会？会不会用？很多人不会用，只会卖，只会卖是绝对赚不了钱的。要不要用？我常常跟伙伴讲，用越多赚越多，懂不懂？我现在用的产品要不要钱？不用钱，因为董事长每个礼拜二都把钱还给我啊，所以我拼命的用，所以这四年来让我年轻了10岁。各位，你先现在看我有没有像小鲜肉，像小伙子？我几岁？猜到了有奖。20岁有奖。好，当一个专业的消费者，提升你的影响力，你才能够怎么样？才能够去分享，让你的亲朋好友都来享受爱多美。这样子，你要开发你的客户，简不简单？简单。还有更重要的，爱多美的价值，爱多美价值，很多人都自以为自己很厉害，怎么样？自己讲，自己讲太多，做太多，结果朋友都不相信你，也不信任你，对不对？好，所以凡事靠自己，你只能赚小钱，对不对？好，各位，过去我一辈子大起大落。我从小我就想要光宗耀祖，要出头天，出人头地，
但是家里很穷，没有资金，我都是借钱做生意，所以倒闭了三次。各位，借钱做生意风险大不大？风险非常大，任何的风吹草动你就有可能倒闭，对不对？所以我倒闭了三次，我倒闭，这辈子倒闭了三次。对，因为都是借钱做生意，我一直在找一个有钱的老爸可以帮我出资金，但是找不到。4年前我找到了，四年前我找到了，所以我现在改姓普，我惯姓叫做普林清风。因为董事长把一个完整的卖场，完整的卖场交在我的手上，我今天只负责赚钱。如果我做不起来，我只有含恨而终了，对不对？所以借钱要利息，借钱要还，借力不用还。各位要懂得借力。爱多美成功系统，中心说明会、一日研讨会、成功学院，是要帮助我们大家在爱多美每一个人都可以很轻松的成功。如果你会运用爱多美的成功系统，每会必到，就算你每会必睡，你也会成功。所以经营爱多美，除了自己成为专业的消费者之后，把人带进系统，把人带进系统，自己不会讲没有关系，自己制度不会没有关系，自己不会分享产品，不会讲制度，不会电脑，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带到会场来。对，让谁讲？让成功者讲，对不对？成功者讲一句话胜过你讲三天三夜，所以要靠自己还是要借力？借力使力不费力，对不对？所以赚钱费不费力？不费力。我常常跟伙伴讲，赚钱不用那么累啦，我就带人到爱多美来，带人到会场来，让成功者来讲。所以经营爱多美，你的成功成就的大小关系在哪里？你多会带人来。成功学院的人数决定你成就的大小。各位记住，今天来成功学院你带了多少人来啊？40个，给他掌声鼓励。你如果每一期你都带20个人来，你绝对是自动型的销售大师。你若每一期带50个人来，你绝对是钻石大师；带100个，你绝对是玫瑰大师；带200个，你绝对是什么？星光大师。所以各位，你要什么拼接？你的收入要多少？你的成就要多大？赶快每个月都带人来，好不好？所以你从自己一个人开始，然后随着你带来成功学院的人数增加，你的收入就会越高。这样子，各位，我们爱多美常常讲的一句话，各位会不会比？5000万，你只要到成功学院来，一年、两年、三年，你的月收入绝对会达到5000万韩元。大家高不高兴？有没有信心？想不想要？要给自己努力的掌声。好，今天我的演讲到这里，感谢大家，也祝大家可以在爱多美翻身致富，可以成为家族的英雄，好不好？好，谢谢大家。